州，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个最富有生机、最适合居住的新兴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四通八达，多元化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投资环境优异，经商成本合理，充满着机会和竞争潜能。这里又被称为阳光峪，常年的阳光灿烂，通达各大名胜，旅游观光欣欣向荣，度假旅馆繁荣兴旺。凤凰城既享有经商圣地的美誉，又是居家度日的黄金地。如今凤凰城又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在市中心耸立起一个金碧辉煌、世人瞩目的地标性建筑 COFCO 中国文化中心。这是一个集购物、娱乐、餐饮、观光和办公于一体的独一无二的现代化中国城，是中粮总公司、BNU公司和凤凰城政府通力合作的结果。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由中粮总公司投资，美国 BNU 公司兴建，是一项1亿2000万美元的商业投资，占地26英亩，总体设计由著名的建筑设计院 Croyi Hedrick 担纲，于1996年完成设计，1996年11月18日举行奠基典礼，1997年2月正式动工。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经过中外双方建筑人员的通力合作，接受挑战，克服困难，辛勤工作，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江南花园和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整体主建筑已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原来的设想都实现了，这很不简单。人家说一个最聪明的人就是你有个什么想法你能把它实现，对，这是最聪明的。这个确实咱们他们的 BNU 啊公司，但是工作的确实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就是比较符合吧，现在我们整个就是国家嘛，就是国务院这个对外面投资的这个经济，所以这个中国城啊，确实反映这个面貌。对中国的很多的文化，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方面都通过这个来做宣传，那这是很好的一个形式。这个一方面宣传中国文化，同时也使得粮油公司在这儿影响也不断的扩大。而且我们在这儿投资呢，对当地的经济啊，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位于中国文化中心西边的中国古典江南花园，由中国著名的古典园林设计大师叶菊华根据所在的地形和阴阳五行来设计，由北朝南，第一个景区为舒州景点，包括著名的沧浪亭、丽亭和枫桥夜泊诗碑，第二个景区是无锡景点，包括取自无锡惠山的天下第二泉、石灯笼，以及传统的圆洞门、漏窗、矮墙及长廊。第三个景区是南京景点，包括大门入口处的辟邪一对、闻名于世的天下文书坊和灵星门，以及南京夫子庙的聚星亭。第四个景区是镇江景点，包括天下第一泉和天下第一江山石刻碑廊。第五个景区是杭州景点，包括西湖著名的三潭映月、小瀛洲水榭和平湖秋月。最南端的则是炎黄纪念碑和方明路，宣扬了5000年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更激励了今人为中华民族的新世纪而奋斗不止。
耀眼的中国古典江南花园就像一颗晶莹闪亮的东方明珠，镶嵌在美洲大地上，向世人述说神州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华夏历史的浩瀚无涯。文化中心我已经来过几次了，我看到这个文化中心确实在为促进这个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这个建筑也很漂亮，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我看到有许多美国人吧，美国主流社会的人士到这里来参观啊，购物，这都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还是非常喜爱的。中国这个跨公司啊，这个中粮公司到这里来这个建造这个文化中心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为促进的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以及投资方面都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文化中心的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建成，共有三层，一楼商场共8万平方尺，将有9家大型餐馆、12家精品高级零售店和3万尺的大华超级市场。二楼58000平方尺是各种专业人员和公司的办公场所。三楼20800平方尺是多功能的秘书中心，有86个单位，提供各种国际网络、电话、秘书等服务。一流的设施，全新的装饰，周全的服务，吸引了众多的公司和商家行号，便利了管理，拓展了商机。在中国如果说咱们的大公司像 Costco 这些大公司在美国在搞企业投资，如果慢慢从房地产到经营到金融，整个一系列下来之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能在美国社会站得住，而且就能挤兑到他的，你说闯牌子也好，怎么也好，都可以。我们非常愿意和 Costco 合作，凤凰城要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城市，我们要向世界表明，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和 Costco 合作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用这里的楼宇，零售业也将会吸引和亚洲做生意的公司。中国文化中心不单单是亚裔活动的场所，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接触不同的文化。我对这个项目感到非常兴奋激动。Costco 中国文化中心以其传统特色、实力和规模，向美国主流社会弘扬了中国的优秀文化，展示了改革开放后快速成长的中国的崭新形象，同时它也成了凤凰城的一个主要地标，吸引了各方的瞩目。世界媒体剧情华特迪士尼公司今年度的动画巨片《花木兰》首映前，即选中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凤凰城首映仪式的活动场所，许多少年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蜂拥而至，当地各大新闻媒体都到场采访。丰富有趣的活动和具强烈传统文化色彩的建筑打动了大小游客的心弦，处处显现出中国古老文化的光华。Costco 中国文化中心是一座联系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桥梁，它代表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在新世纪和新千禧年来临之际，向世界展示其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和蓬勃向上的年轻活力。